蒋嘉文在台庆剧《美丽战场》入面尽现坏女人一面，为了钱乜嘢坏事都可以做尽啊！在剧中身为学生的他就去识友饰演训导主任的陈家辉，甚至开出高价出卖肉体，令到家辉为了达到欲望而走上不归路啊！喂喂，做乜嘢啊你？唔好嘈啊！你嚟啊！走啊！冷静啲，我哋快啊！我争唔到你，我就算系死，我都要做只猛鬼。哎呀！呢幕车厢入面嘅前面气氛，其实 Angel 同家辉第一日开工就埋位拍，家辉事前就好紧张啦，不过 Angel 反而觉得兴奋，因为可以同自己欣赏嘅前辈做对手戏啊！你知唔知有一套剧我真系好中意嘅？系边套？佢做马文才。哦，我劲中，我好细个，哇，好迷呢一套剧，跟住觉得哇，家辉哥好靓仔啊！所以当你知道今次可以家辉哥合作，你个感觉会系好兴奋、好开心嘅，因为试过有同剧，但系完全冇对手戏。咁今次咧就比较大胆啲啦，第一日开工就已经有一啲比較親密啲嘅場面，因為我個角色比較衰啲，咁又搞到家輝哥好似冇錢啦，又搞到佢同戲入面嘅老婆又要離婚啦，咁我係一個八婆嚟嘅。個表現頭先 OK 啊，佢真係做得好好啊，其實係啊，同埋咧佢好好咧，就係因為呢啲戲咧，佢又俾到好大嘅信心我啦，同埋佢幫助我好大啊，因為我成日都要問住佢，我話你點啊你。你冇問題啊嘛，咁如果你有問題，你要同我講啊嗰啲咁，咁佢一路都俾到好大嘅信心我去做咯，咁所以我其實即係一路做嘅時候咧，開頭好大壓力，慢慢我都做得放鬆曬，自然咁樣去做咯。楊卓拿同吳家樂喺劇入面都各有挑戰。原本要为角色增肥的家乐，因为未达标要装假肚腩演出。另外，卓拿在演技上都有大突破添噃。我都覺得我幾咩嘅，係啊係啦，係咪去到極度壞咧？大家就睇咗先知啦，係咪先？但係我覺得係好大發揮嘅，同埋我今次咧係有機會去抽煙啊！哎呦，咁樣咯，好正，好正啊！吸煙危害健康，但係問題咧係我覺得我角色嘅發揮好正，係啊。因為喺角色度可以做到啲我哋平時唔做嘅嘢咧，就會好好玩咯。即係但我就好習慣，因為本身我都係衰人，咁我而家做翻衰人。即係做自己啫。孫慧雪應葉念心設定一改女神形象，飾演陳瑩嘅助手，仲要平日笑點低嘅佢收起笑容扮酷。唔知阿雪點樣應付呢？嘗試幻想下對住老公嘅時候，原來係對住老公，唔係對住個仔嘅時候啊！對老公，即係如果個老公鬧個仔，我就會黑面啦。或者你自己都係助手嘅時候啊，留意下佢哋係點樣去做呢個角色咧？原來都真係要顧幾多嘢嘅，即係原來做演員係好幸福嘅。要做顧忌啲咩咧？如果咁講，即係要好護住佢啊，要一眼關七啊，要知道曬身邊發生嘅咩事咯。但我平時個人咧，其實呢個角色真係同我人爭好遠，我平時咩都唔理。